有一位粉丝希望我可以做一个，手账胶带是用马克笔的，今天就安排上了。准备一个贴纸纸和一个长尺，你可以随便要多大的手账胶带，我呢是用尺的大小来做。准备一个板和刀片，跟着你刚刚画的大小来剪或割，小孩子一定要小心使用刀片。拿出一本画画书，我呢想不到要画什么，所以拿出画画书。今天就画关于食物吧。拿出贴纸纸和圆圈的东西，画两个圆圈。再画一个食物的图案。当你忘记怎么写胶带时的尴尬瞬间，剪出来。选胶带，粘，翻车瞬间，想办法。整理一下。拜拜。